同学们好，今天让我带大家继续练习烟花易冷的动作。今天的动作对我们的重心的移动，还有身体协调性，包括在教室里的跑动都有一些要求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练习我们的上半身的动作。我是大家的镜面，这是右手，这是左手，请大家跟我一起含胸，双手手心冲上，然后眼睛从前方向看。到了上半身，抹额头，顺着额头滑下，再来一次，含胸，一、二，吐气，手是非常柔软的下来。第二个动作，左手旁提，抹额头下。第三个动作，右手打开，180度胸腰，然后横顶留头，变成这个动作。好。请大家跟我一起连起来，七、八、一、三旁提，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我们来练习一下脚，我背对着大家做。那么我们的脚呢，就是上我的右手右掌，同时抹额头，我的重心在我的右脚下。我的左脚没有重心，胸要往上，吐气，然后旁提，落地，然后推重心，停住。好，大家来跟我再做一次，七、八，推，身体是被动的，下面的脚。冲出去，那么我的手。